博乱乱爱，改和 JJ 竞争 Hebe。今天为台北捷运街舞大赛代言，这街舞大赛去年代言人是 Elva， 前年 SHE 代言，大前年是蔡依林，现在个个都桃花开，有的还结了果。如今轮到潘玮柏，我也要选个地点，就是那就捷运站啦。私底下很多人认不出我，真的假的？所以狗仔从来没拍到我，他早期曾爱慕过侯佩岑，日前又自曝对九令有好感，但人家回应只当他是兄弟。我那天也传给九令，我说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会变这样子，你知道？虽然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，但是蔡依林始终对我有好感，他不知道是不是单身太久，画风一转，目标也对准了 Hebe。对 Hebe 有兴趣是不是？只剩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只剩他。不过当然，他真的很可爱，然后越来越漂亮。当然他，实力也非才华很棒，所以很多男生都会喜欢他吧。等等，潘玮柏的好兄弟 JJ 也说喜欢 Hebe 呢。我一直都蛮欣赏他的，跟他要电话都不敢。哇滴滴，这下不就是兄弟 A 洗钱了吗？但是跟 JJ 是不真的。姐姐还喜欢他？没有吧，这个姐姐。我没有 Hebe 电话。对。啊？我有问 Selina 好，比较快。等 JJ 等到什么时候？苹果的新闻，哎呦，刚好都是皇上吃过的菜哦，不倒。